说不定啊，管碧玲只是烟幕弹，要掩护刚刚我们讲的徐国勇过关。徐国勇才是他们确定要接内政部长。我刚刚开玩笑说，奇怪，现在怎么叫俊荣都有事？邱俊荣偷拍婴儿下台，叶俊荣没有偷拍，怎么要被换下来？这个原来内政部长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要小心。最后大家讨论半天，他没有确定嘛？叶俊荣就说没有的事情，你在讨论什么？根本就没有啊！然后到最后，这个徐国勇就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就顺理成章当了内政部长，然后我们就放他过关。大家要小心，内政部长是个更离谱的一个安排。晚上来打拳。